501集，学霸快来。听到这里啊，贺德胜恍然大悟。我明白了，裴总，你要做的是一个家教平台，好项目。目前教育行业可以说是朝阳产业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，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，从小学到高中，有很多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找家教，只是却没有一个公正方便的平台，只能靠熟人介绍。我们推出这个 APP 将很好地解决这一痛点。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估值10亿的教育软件正在冉冉升起。家教平台？不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怎么同样的说法到你嘴里就那么靠谱了呢？裴谦有点慌，赶忙纠正。不，你理解错了。准确的说，不是家教平台，我们的核心是共享。共享明白吗？收费肯定不可能像家教那么高，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半公益性质的项目，而且我们这个项目的覆盖面会比家教覆盖面更广。贺德胜思考一番，点点头。啊，明白了，不仅仅是一个家教平台，还是一个线上题库，一些有明确答案的题目根本就不需要学霸上门，我们只需要做好题库，让用户搜一下就能搜到原题并获得详细解答，这样覆盖面就更宽了。裴谦仿佛有点明白为什么自己做一个项目就成功一个项目了。今天贺德胜在他面前呢，近距离表演了一下正常人是如何敌化的，当着面曲解裴总的话，这还行？裴谦黑着脸，差点就想把这个危险的家伙给当场开除了，但是想了想还是淡定一些，毕竟这种事情已经经历的太多，事先敌化总比事后敌化要好。裴谦仔细想了想，决定啊换一种表达方式。平心而论，裴谦完全不觉得共享电话亭和共享学霸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，尤其是共享学霸这个项目要是能成啊，应该早就有人做了才对。在裴谦记忆中啊，共享经济最火的那段时间也没听说过有类似的 APP 搞成，足以说明这个模式啊有天然缺陷。最大的问题在于市场没那么大，而学霸们也没那么闲。人家学霸每天学习那么忙，能抽出时间来做一下家教已经很不错了，怎么可能大老远的跑去给陌生人讲题就赚那点小钱？要知道家教的开价都是很高的，少数富裕家庭才舍得请，一般家庭即使想给孩子辅导功课，多半啊也都是报辅导班。总之在裴谦看来，这个项目有太多无从解决的硬伤。想到这里啊，裴谦压低声音对贺德胜说道，实话说啊，这个项目的失败几率是很大很大的，所以即便是失败了，你也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，就当是做公益事业了，明白吗？贺德胜一愣啊，裴总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裴总往往能够在一些看起来非常不靠谱的项目上看到投资的机会，而一旦看中就会毫不犹豫的大笔追投，事实也证明了裴总看中的项目都赚了，但是现在这项目还八字没一撇呢，为什么裴总就提前暗示，说明这项目的失败几率很大，难道这个项目连裴总也不看好？可是裴总不看好这个项目为什么还要投呢？真当公益事业来做了？不能啊，裴总要是想做公益事业直接去做慈善不就行了，何必兜这个圈子？在贺德胜印象中啊，裴总投资用四个字概括，那就是稳、准、狠、邪。贺德胜陷入了困惑之中，他觉得裴总这个反常的行为背后啊必有深意。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，裴总这好像是在暗示啊，暗示这个项目有硬伤，最终肯定会失败，裴总高瞻远瞩，这个判断多半是正确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作为一个投资者该做些什么呢？想办法在高点套现离场。贺德胜瞬间呢心领神会，点头说道，我明白了裴总。
他没有明说，因为这种事情不能明说，就像裴总此时啊，也只是在暗示，不可能真的把话说得那么直白。裴谦有些将信将疑地试探了一句，你真明白了？贺德胜呵呵一笑，裴总你放心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需要什么理解能力？裴谦对这句话深有共鸣，是我说的话三岁小孩都能听得懂，需要什么理解能力啊？那为什么其他人总是理解错呢？真是的。看到贺德胜这么上道，裴谦稍感放心了一些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别跟着张望去折腾共享电话亭去了，专心做共享学霸的项目。哦，对了，共享学霸这个名字有点不妥，我觉得叫学霸快来 APP 是比较合适的。裴谦很担心呢，共享这个概念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投资机构给盯上，当成风口给热炒，那就麻烦了。改叫学霸快来，名字上透着三分不正经，应该不会有其他的投资机构跟过来瞎掺和吧。终点中文网经过两天时间的安排，学习班第一批学员的名单呢已经敲定了，前期准备工作也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。马一群让现在的主编朱兴安去联络网站的中上层作者，让他们自主报名，然后网站筛选后最终出了这份名单。从名单上来看，第一期培训班的作者年龄普遍年轻，都是25岁以内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年长一些的作者往往都已经成家立业，家里事情很多，不太可能独自一人跑来荆州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网站在挑选的时候啊，可以多挑一些比较年轻的作者，有底薪，有五险一金，能和其他作者面基，对于这些作者而言呢，还是挺值得期待的。1月13号周四，环宇天街商场，张望吭哧吭哧地把带来的所有东西全都塞到共享电话亭里，然后挨个安装好。在阮光健给电话亭画皮肤的这段时间里啊，其他的工作也一点没耽误。第502集，共享电话亭。这多亏了贺德胜等人的帮助，虽说贺德胜他们很快就有了新任务，但好在电话亭这边的事情啊已经忙得差不多了。现在电话亭里的大部分东西都已经齐了，包括咖啡饮料机、点唱机、扭蛋机、体重秤、 AED 等等都有了。这些东西啊全都是固定在电话亭里的，搬不走。这里是大商场，不管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还是饮品店的店员，都能随时看到电话亭的情况。张望跟商场的工作人员呢打了招呼，这些人都可以帮忙照看。而且电话亭和电影院门口都有监控录像，如果有人故意搞破坏的话，分分钟就要被逮住。这些设备基本上都经过了简单的改装。就以饮料机为例，张望采购的是商用多功能饮料机，支持扫码和投币，机器还有自动落杯功能，可以自动清洁，没有纸杯和水的话机器会有提示。张望跟商场的工作人员打好招呼，定期更换纸杯、纯净水桶、清洁机器、打扫卫生等等，这一整套流程下来也花不了多长时间。客户扫码进入之后点唱机可以随意使用，但饮料机只能接两杯，之后就得扫码或者投币。扭蛋机也是同理，想扭的话就得额外掏钱。除此之外还有主题是正义守护者莫蒂斯特的签章，放在右手边，就在那个复古电话的下面。全都收拾完毕之后张望满意的点点头，这才是共享电话亭的完全体。整个电话亭里面全都被塞得满满的，从上往下看分别是电话、小型滚动显示屏、饮料机、点唱机、扭蛋机、三口充电器、无线 WiFi、 折叠座椅、 AED、 体重秤、血压计。总之不局非常合理，
基本没有多余的空间浪费，又不会让顾客觉得拥挤。张望检查了一遍，里面的所有设备都安排妥当，可以正常运作，这才关上门。正面的壁画上，正义守护者莫蒂斯特一脸自信的样子，仿佛在暗示这个共享电话亭一定能成功。张望非常满意，共享电话亭总算是可以正式投入使用，供用户们体验了。安排完毕之后啊，张望来到旁边的奶茶店，点了一杯喝的，一边喝一边观察共享电话亭的情况。之前在阮光剑画画的时候啊，电话亭就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气，现在电话亭正式完工了，立刻就有人迫不及待的来拍照留念了。别说呀，大家还都挺有素质，所有人非常自觉地排好队，挨个过去跟电话亭外面画的莫蒂斯特合影。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也有人本来是打算凑热闹的，可透过玻璃看到电话亭里面各种新的配件，突然就燃起了好奇心。里面好像多了很多东西啊。那好像是个饮料机，是免费的吗？10块钱进去，饮料随便喝，你想啥呢？啊，肯定是额外花钱呢。哎，还有扭蛋机，那还有2麦克风，啥意思啊？这里头能唱歌？折叠桌椅下边的那个东西是啥？没见过呀。感觉比以前的东西丰富很多了。大家请让让，我想进去看一看。哎，这儿排队呢。分两队啊。排的都不是一个东西，你们拍照，我们进去体验，互不耽误。那我这既想拍照又想体验的咋办？众人喧闹了一阵，很快就分出两列，一列是准备在外面跟莫蒂斯特的画合影的，另一列则是排队等着进入电话亭里面体验的。之前没人进电话亭啊，是因为这电话亭里的东西实在太少了，没什么可体验的。但是现在东西多了，外面也多了原画，逼格提升之后啊，愿意进去的人就多了。人都是看脸的，对电话亭也不例外。最先进入的依旧是一对情侣，毕竟这种地方啊，自己一个人进去会相当奇怪，不仅孤独，而且还会被外面的人围观。两个人进入之后啊，开开心心的把门关好，然后把窗帘拉上。与此同时啊，外面的人也看到那块小显示屏上出现了剩余时间15分钟，这样一来排队的人大概就知道还有多久才能轮到自己。当然这个功能目前也还有缺陷，比如啊，只知道目前在电话亭里的人还有多久才出来，却不能准确的知道整个队列的预估时间是多少。张望默默地记下了这一点，准备之后啊，推出一个排队取号或者队列时间预估之类的功能。电话亭里啊，这对情侣开始好奇地探索这片小天地。哎，送2杯饮料可以选冷饮，也可以选热饮。还能免费唱歌？哇，这么一算，15分钟只要10块钱，超值啊。还有扭蛋。可惜扭蛋不免费啊。想什么呢，扭蛋再免费商家亏死了。唱一首能行吗？有点羞耻啊。没事儿，外面商场的声音一点都传不进来，说明隔音挺好的。15分钟10块钱的定价刚开始啊看起来虚高，但多了这么多新功能之后啊，一下子就不高了，甚至很划算。而对于张望来说，依旧还是有的赚的。饮料只送一次，顾客在这里面唱15分钟送2杯，唱1个小时也是2杯，如果他们渴了就会再买饮料。而且饮料机里的饮料成本呢并不高，就拿热饮来说，1000克速溶咖啡或奶茶原料差不多可以做250毫升的热饮50杯，每一杯成本也就5毛钱，而且购买原料越多越便宜，成本越低。即使算进去水费电费等等，
一杯饮料卖2块钱也同样有的赚，当然口味就别强求了，更何况啊，扭蛋还能额外再赚点。两个人拿起桌上的麦克风啊，在旁边找到了一个装着免费的麦克风话筒套的小箱子，进入之后啊，免费送2个，再使用就得收费了。伴奏的旋律响起，两个人唱了起来。电话亭外面还在排队的众人呢，隐约听到里面传来了微弱的音乐声。啊，真的唱起来了？这得唱多久啊？我操，他们又续费了，剩余时间变成半个小时了。走了走了，这他们得等多久？眼瞅着这对进去的情侣就要开始持久战了，显示屏上的剩余时间呢，直接就是半个小时起步。很多原本想排队体验一下的人呢，都放弃了，各自散去。第503集，终点中文网学习班。不过呀，在旁边饮品店坐着的张望看到这一幕，心里却是瞬间踏实了。如果进去的人都是很快就出来了，那反而不妙，说明电话亭对他们吸引力不够。但现在第一对情侣就要在里面直接唱半个小时，这说明共享电话亭的模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。剩下的电话亭很快就可以生产完毕，到时候投入到荆州的各大商场，这就是一颗颗收益长久的摇钱树啊。等20台共享电话亭全都立好了，赚的钱收回了成本，就第一时间向裴总汇报这个好消息。下午，一辆从荆州机场开往神华豪景办公楼的出租车上，一个年轻人在手机上打开作家后台 APP， 创建了一个新章节，然后非常熟练地在标题位置打上请假条3个字。因前往荆州参加终点中文网主办的第一届网络作者学习班，请假1天，望周知。另外求票。一气呵成地打完之后，年轻人收起手机，随意地透过出租车的车窗欣赏一番荆州的风景。几分钟后啊，他再度拿出手机打开终点中文网的 APP， 查看这一章下面的读者留言。操，还以为更新了。鸽子精又请假了，你自己数数这个月请了几次假了。这明明还不到下午3点呢，你晚上码子不行？不错，有进步，之前的几次都是同学结婚，也不知道为啥你同学结婚都赶到一块儿了，这次的理由找得不错，再接再厉。频繁请假烂尾先兆，说这本是不是又要烂尾了？靠，不要啊，我才追上进度，你这本书才写了60万字，才是个孩子。请假求票，厚颜无耻。看到这张票了没有？刺啦，撕了都不给你。看着读者们义愤填膺的评论，年轻人微微一笑，已经是习以为常了。崔耿，终点中文网这次的作者学习班成员之一，笔名拼命码字的触手怪。然而这个笔名啊，却是完美的讽刺。平时稳定一更瘦，断更请假看心情，每次请假必定会厚颜无耻的求票，而且写了2-3本书都烂尾，可以说是声名远播。但偏偏的他每次开书时的点子都特别好，前期节奏把握完美，引人入胜。读者们虽然每次都骂，但还是只能无可奈何地看下去。崔耿默默地叹了口气。哎，我这次说的是真话呀。真是来参加学习班了，大家怎么就不信呢？网文作者有勤奋的，有闲鱼的，而崔耿属于那种特别闲鱼的，因为他没有动力。在他大学毕业那年呢，第一次感受到现实世界的物质压力，于是啊，无所事事的他决定写网文谋生，结果刚写了半年，家里拆迁了，崔耿浪了一段时间呢，再次感觉到空虚，于是他决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这次啊，
一定要好好写完一本书，一书封神。结果家里另外的几套房啊，又拆迁了。崔耿时常感慨，人生啊，就是这么的造化弄人，这谁还有心情写书啊？于是崔耿现在的状态就是一切随缘。这次来荆州啊，他是抱着旅游的目的来的，他也不知道学习班到底是要学习什么，但一听说有底薪还包吃包住，就立刻报名了，没想到还真就选上了。估计是因为终点中文网成绩好的作者确实不多吧。崔耿最早其实是在无线中文网写的，结果烂尾之名不仅读者知道，编辑都知道了，每次一开书就有很多老读者跟过来吐口水。无奈之下，不差钱的崔耿决定换个平台重新开始放飞自我，于是就阴差阳错的来到了对中层作者相对友好的终点中文网。听说荆州当地好玩的地方还挺多的，正好这次可以借口参加学习班，好好在荆州玩几天。哎，我这有正当理由的请假，读者总不能说什么了吧？我这是举才，而且写书是个脑力劳动，多玩一下，保持头脑清醒和心情愉悦，有助于写出更好的内容，大家肯定会理解的。正琢磨着，神华好景到了，崔耿下了车，直接乘坐电梯来到终点中文网编辑部，有人热情接待了他，并把他领到了会客室。没过多久啊，马一群来到会客室，两个人开始闲聊。在闲聊中，崔耿才知道自己竟然是学习班里第一个到荆州的作者，这让他感到有点意外。转念一想啊，确实是，昨天才刚收到邀请，今天就已经赶到了，确实挺快。主要原因呢，还是他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请假理由，所以才如此积极。聊了一会儿，马一群拿了一份协议。这是这次网文学习班的协议，每个人都要签的。这里面的一些细节你再仔细看一看，确定没有问题就签字。这里面会对你们稍微有一点要求，不过你放心，都是很基础的要求，不会很过分的。崔耿一愣，嗯，还有协议呢？搞得还挺正式。崔耿粗略地扫了一眼，这份协议啊，主要是规定了这次学习班的一些权利和义务。对网站方而言，需要给作者提供底薪、五险一金、工作环境、住宿、吃饭等等便利条件。不仅是对于底薪和五险一金的金额有明确规定，对住宿和吃饭的标准也有明确的说明。除此之外，每周还会有大约十小时，也就是两个下午的时间，用于组织一些集体活动。而对于作者而言，唯一需要遵守的条款就是完全服从网站的日常流程安排，否则网站可以无条件解约，收回之前承诺的所有福利。下面还有学习班的详细流程安排。让崔耿比较在意的一点是啊，流程上规定了所有作者有明确的作息时间，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要在工位上进行工作，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午饭和休息时间。崔耿对于其他的方面呢都很满意，唯独对于这个工作时间呢稍微有点犹豫。作为一个每天有效工作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的鸽子精啊，竟然需要在工位上每天工作八小时，这恐怕有些难度。他很担心呢，万一自己完不成工作目标，结果网站方直接把所有福利都给取消了，那岂不是很尴尬？第504集，继续摸鱼。崔耿提出自己的疑问。马总，这个条款是说每天必须工作满八小时就可以了是吗？还有没有其他要求？比如说写够四千字？马一群摇了摇头。没有字数的要求，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，每个作者可能都会有卡文写不出来的时候，所以对于字数我们并不会有硬性规定。崔耿长出一口气啊。没有字数要求，那就好说了，反正到时候上上网摸摸鱼随便干点啥，一天八小时也很快就过去了。
这里管吃管住，定期还会让大家在荆州当地旅游放松，还能和其他作者一起花天酒地吹牛划水，而且代价仅仅是换了工作地方上网而已，说不定这边给提供的电脑还比自家电脑配置高呢。总之啊，非常划算。崔耿翻了一下，没有在这份协议上发现任何坑人的地方，放心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好的，那稍后我安排人把你带到住处。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清闲安静的环境，我把大家安排在城郊的一个宾馆，工作地点就在宾馆步行5分钟就能到的地方。你放心，虽说是城郊，但居住条件等各方面肯定都不会差。马一群收起协议，崔耿点点头，嗯，没问题。反正大家都是糙汉子，对居住条件呢也没那么高的要求，住的地方便宜点就便宜点吧，反正大部分作者都很宅，不愿意出门，这也都不叫事。1月14号周五上午8:30，手机闹钟响起，把崔耿给吵醒了，他本能地按掉闹钟继续睡。崔耿，差不多该起了，你昨晚说让我早上喊你一声的。旁边有个声音说道。你崔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睁眼翻身坐起，现在他不是在家，而是在酒店了。昨天他已经和其他的一些作者入住了网站给安排的酒店，酒店的环境不错，虽然是在城郊啊，但应该算是比较好的3星级了。房间宽敞，干净整洁，该有的必需品都有，住的是2人间。跟崔耿同住的是一个比他还小1岁多的新人作者，一口一个崔哥，对他相当尊敬。我马上好。崔耿翻身起床，光速刷牙洗脸，5分钟之后已然穿戴整齐完事。两个人到酒店吃过早餐，一起到附近的工作地点。昨天下午和晚上啊，学习班的所有作者都已经陆陆续续的赶到了，一个都不少。大家都是终点中文网的作者，基本上都早有耳闻，互相客套了一番。朱兴安也已经到了，带着大家到平时码字的工作地点。网站给准备的工作地点呢，就在附近的一座写字楼，正经的租了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，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排排工位，机械键盘，大屏显示器，宽敞的办公桌上还有钢笔和记事本，大概是方便某些作者整理思路用的。除此之外，房间中还有一个长会议桌，旁边有个零食区，除了各种零食之外，还有一个胶囊咖啡机。总之啊，这条件相比于一般的公司来说，已经算是相当优渥了。朱兴安看着众人呢，各自找位置坐下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到了啊，大家可以在工位上休息休息，喝杯咖啡，开始构思了。我的工位呢，就在靠门那个位置上。大家写书的过程中，如果有任何疑惑的地方，可以直接来问我。另外，每个小时都会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，到时候会响铃，大家自觉站起来活动活动，眺望一下窗外，缓解疲劳。崔耿特意找了个靠角落离朱兴安最远的工位坐下，这里可以形成完美的死角，让朱兴安呢观察不到自己在做什么。总之啊，只要摸鱼摸够8小时，中间随便抽出2-3个小时来写点，对付过去就行了。崔耿按下电脑的开机键，轻轻地敲了敲键盘，发出清脆的哒哒声，十分悦耳。显示器的品质啊也不错，分辨率很高，而且貌似调到了防蓝光模式，看起来很柔和，相比于一般的显示器而言呢，会比较不伤眼睛。桌面高度是标准高度，椅子和显示器的高度可以随意调节，人体工学椅坐着非常舒服，靠背完美贴合背部曲线，扶手恰好和桌面呢大致持平，手肘90度弯曲，正好可以把小臂搭在扶手上，手掌放在键盘的掌托，打起字来相当舒适，毫不费力。至于鼠标、耳机等，虽然和码字的关系不大，但同样也都是很棒的配件，比崔耿在家里用的配件呢都要好。电脑的配置不清楚，但上面有个很酷炫的标，似乎是字母 ROF。 既然是台式机，肯定得有个还过得去的独显吧。
玩大型游戏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就算玩不了游戏，这大屏追个剧岂不美哉？噼里啪啦，房间里啊已经响起了清脆的打字声，很快这种打字声啊就快速蔓延，变成了一片机械键盘狂欢的海洋。如果安静的房中啊只有一个人用机械键盘，尤其是轻轴机械键盘打字，那就跟在室内吸烟一样，别人就都别想集中精力工作了。但是啊，如果整个房间中的所有人都在用机械键盘高强度打字，那就相当于啊一群烟民聚在一起抽烟，完全不存在互相打扰的问题，反而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，让所有人都乐在其中。不过呀，对于只想摸鱼的崔耿来说呀，这种声音就有点困扰了。这才刚坐下不到一分钟呢，灵感就来了，这还是人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往好处想，这么多键盘打字声演过，我摸鱼也不会被发现的。这是头戴式耳机，隔音效果应该还不错。总之先看看电脑配置。电脑的配置啊，显然不错，开机很快。崔耿坐在最里面的位置，又先去拿了零食，接了咖啡才开机，所以比其他人开机慢了一些。开机之后啊，崔耿本来打算看一看电脑配置和网速情况，再决定要下载哪一款游戏，或者干脆追个剧。结果才刚刚开机啊，还没来得及移动鼠标，就看见电脑上的码字软件自动打开并全屏显示，进入锁定状态。他人有点晕呐，下意识的按 Alt F4， 没反应。第505集，摸鱼失败。又按下 Ctrl 加 Alt 加 Delete， 还是没反应。这种码字软件呢，都有类似的小黑屋功能，打开之后，在完成一定量的字数或者倒计时结束之前，这台电脑什么都干不了，就只能码字。而这台电脑的设定啊更绝，开机之后就自动打开码字软件，关机重启之后也还是继续自动打开，没有目标字数，也没有限时，也就是说除非技术人员过来，否则根本无法取消小黑屋状态。当然这种网站呢、一般会留一个千度的接口，方便作者们查资料，但也仅限于查资料了，连播放视频都做不到。崔耿似乎有些明白为什么有些作者能够这么快的进入状态了，不码字也根本干不了别的呀。崔耿简直要吐血啊，这么大的屏幕，这么高配置的电脑，结果就只能拿来码字，因为这个太浪费了。他尝试了几次之后啊你就放弃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能想到的这些办法，码字软件的程序员呢肯定也都想到了，绝对会把所有的路都堵死的。小黑屋一开，就别再想那些歪门邪道了。周围全都是机械键盘噼里啪啦打字的声音，然而崔耿感觉就像是刚刚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狱的囚犯，你心都凉了。崔耿的脑筋啊飞快转动，思考着此时的处境，突然他想到一个好主意。主编，我有段剧情需要看一下某个电影的片段，怎么办？崔耿心中啊不由得洋洋自得，多么正经的理由，作为一个网文作者需要经常的从电影和游戏中取材，这合情合理吧。很多内容需要一边看着电影的画面一边写，还有一些内容啊需要亲自去玩一下某款游戏才能写出效果，可这台电脑只能搜索最基本的资料，根本无法满足这方面的需求，所以啊，此时提出这种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吧，也算是为其他作者着想吧。崔耿也没有更过分的要求了，只要能让我的电脑能正常播放视频，让我能追个剧看个电影就心满意足了。朱兴安推了推眼镜，似乎对此早有准备，他指了指自己旁边的一台控制的电脑。需要取材的可用这个电脑。那台电脑就在朱兴安的电脑旁边，所有人一抬头就能看到电脑屏幕，可以说是众目睽睽之下。之前崔耿就注意到了这房间中啊
确实空着一台电脑，但那时候啊，他以为是多余的电脑，也没多想，现在才明白原来是干这个用的。去那台电脑上确实可以看电影玩游戏，但这也就意味着要在主编和所有其他作者眼皮子底下进行操作，这一句想太多了吧，被这么多人盯着，你好意思自己独霸这台电脑追剧看电影？这可是所有作者共用的，其他人也要用它来收集素材呢。崔耿本来想说呀，就这一台电脑不够用，希望朱兴安再给多备两台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不信，因为八九成的资料都可以在自己电脑上查询，码字软件的小黑屋状态也自带千度搜索引擎和网页浏览器，只不过不能播放视频下载软件，一些网站和论坛呢也都被屏蔽了，比如无线中文网、终点中文网、贴吧、微博之类的，所以想要在小黑屋里看小说或者逛论坛玩一整天也是不可能的，光是这个搜索功能啊，就可以解决八九成的取材需求，而个别的情况下想要在电影中取材，也只需要在朱兴安旁边的那台电脑上下载电影，并拖动进度条看一下需要看的那一段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而且这台电脑作为共用资源，一般人也不好意思长时间占用，大家的使用效率啊都会很高，所以啊，共用这一台电脑是没问题的，不会耽误事儿。可对于本质是想摸鱼的崔耿来说呀，这事儿就非常痛苦了。他默默地坐下，回忆起之前签的那个协议，怪不得协议上只约定了工作时间，完全没有约定产出的字数呢。马一群的意思啊很明确，你卡文卡一天一个字都没写出来，没关系，我们不管，只要你能对着小黑屋面壁思过一整天不崩溃就可以了。崔耿很无语啊，你上当了，被套路了。崔耿本能的想走，撕毁合约顶多也就是不能再享受那些福利，又没有违约金，这样被关一个月这个太难顶了，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，大老远跑来荆州就因为这个原因就灰溜溜的跑回去，到时候这个消息在我朋友其他作者我的读者群中传开了，大家会怎么看？学习班其他的作者都在认真码字，就只有我第一天就做了逃兵，好说不好听啊。权衡利弊之后啊，崔耿稍微冷静了下来，决定还是先稍安勿躁，就算要走也得象征性的坚持两天，而且昨天请假今天呢也还没更新，确实应该稍微更个一两章敷衍一下读者们了。考虑再三呢，崔耿轻轻叹了口气，非常无奈的准备开始码字。办公室里，裴谦一边翻着笔记一边考虑最近的工作，共享电话亭那边呢，这两天委托生产的电话亭应该都能交货了，会在荆州的各大商场陆续立起，等周末过后啊，裴谦打算去各大商场稍微走访一下，看看这些电话亭的情况。虽然从上次的情况来看呢，这玩意儿完全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，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，谁知道会不会突然咸鱼翻身呢，还是不能放松警惕。共享学霸的话已经安排贺德胜去办了，现在有不少专门制作教育类软件的公司，去随便联系一家让他们帮忙先做个简单的 APP 出来，应该不会很麻烦，但是啊，只是做一个简单的 APP 花不了多少钱，赔钱打算到时候啊多花点钱搞宣传，打广告发传单，再适当的发点红包补贴一下，轻轻松松就能烧掉不少钱。还有就是啊，不知道李总搞的那个名府家宴情况如何了，裴谦现在特别希望这个高档餐厅啊能快点打出名堂，有效的分流一些名云私厨的顾客，让名云私厨不要再那么挣钱了。裴谦和李总啊有互相之间的联系方式，但之前裴谦呢一直懒得联系，所以两个人呢有限的几次见面全都是在摸鱼网咖偶遇。第506集。
名府家宴。但这次裴谦忍不住的想给李石打个电话，很快电话拨通了。喂，李总。好、哦、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打一个电话随便的聊聊。对了，我想问一问名府家宴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，是不是太火了，所以最近很忙啊？裴谦态度真诚，满怀期待。电话那边呢，传来李石无奈又疲惫的声音。裴总啊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你消息这么灵通，这种事情会不知道吗？开业第二天就状况频出，第一批客人有很多不满意的，虽然也打折了也免单了，但终究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。这几天只能说是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吧。裴谦一愣。啊，状况频出不能够吧？李总他们请的应该都是有经验的大厨，就算做不到名媛丝绸的程度，应该也不会出现状况频出啊。突然裴谦想到一件事情，上次聚餐呢，把小唐也带去了，那时候大家开开心心吃饭，没注意到有什么奇怪的影响，所以裴谦呢本能的忽略了这件事情。现在看来，影响都发生在后厨了，那这事闹的，裴谦突然感觉自己很对不起李总，说好的是去给他捧场的来着，一不小心误伤了。裴谦赶忙问道：“那影响不严重吧？”电话那头啊，李总礼貌地笑了笑：“算不上严重，都是一些小问题。餐厅的品质在这摆着，赔本是不至于，但短期内也不可能火起来了。话说回来，不开餐厅，真不知道这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门道啊！我本来以为开高端餐厅只要钱够了就行，现在才知道是我想的太过简单了。裴总，你之前一直表现得云淡风轻，仿佛开高端餐厅是个非常容易的事情，看来这都是烟雾弹障眼法呀。”什么？我干啥了？我这口黑锅就扣下来了。开名云丝绸的时候我确实没怎么管，反正莫名其妙的就火了，我也很无辜好吗？怎么搞得好像是我误导了你一样啊？裴谦想了想说道：“李总稍安勿躁啊，我觉得开高端餐厅这是一个技术活，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。名府家宴呢，就是相对的缺少了一点点的积累，这都是暂时的，肯定会好起来的。那这样，下周我再包个场，照顾照顾你们的生意。”裴谦想了想，也没有太好的补偿办法，总不能告诉李总说名府家宴那边开局不顺，全都是因为我的一个员工吧。玄学这种东西啊，怎么能拿到台面上讨论呢？也只能是带着自己的员工多去吃几顿，稍微补偿一下了。当然，这次肯定不能再带小唐了，万一名府家宴倒了，对裴总也没有任何好处。也不能带这周聚餐过的这些人，同一个部门频繁聚餐，系统那儿说不过去。这次换一个部门，比如换飞黄工作室或者逆风物流，这就是公司人多的好处了，可以不同部门啊轮换着吃。裴谦不由得发散思维，如果以后能发展到30多个部门，本着一个公司每月聚餐一次的原则，岂不是可以每天都去吃大餐？听起来还是蛮不错的。电话那边的李总啊，沉默片刻，这才有些感慨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裴总。之前你不跟我们合作开餐厅，我对你还有一点小小的误解。现在我明白了，生意是生意，私人交情是私人交情，裴总分得很清啊。总之，这份情谊我一定记着，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回报。”我说你可千万别多想，我只是单纯的去吃个饭花点钱而已，就算不去你们这家店吃，也会去天鹅湖餐厅吃的，完全不是因为咱们俩的交情，也只是因为恰好你这里比较贵而已，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交情，你千万不要会错了意了。裴谦内心中啊
一万头马狂奔而过，然而这些内心活动啊，不能吐露出来，只能憋在胸口，也差点憋得像大哥。嗨，李总，只是一顿饭而已，你真的不用太放在心上。你要是真的想感谢我，就把冥府家宴给开好，开红火，早日超国，名云四处。裴谦说的言辞恳切。裴总，那我先忙了，随时欢迎大驾光临。挂了电话，也裴谦很惆怅，没想到本来是好意，带大家去吃饭捧场，却不经意间呢，误伤了友军，导致冥府家宴那边啊，情况也不容乐观，真是诸事不顺呐、啊，很难受。但看了看今天呢，都已经是周五下午了，也干不了啥了。下周一定得做点什么，扭转颓势。还有，下周一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共享电话亭的情况。裴谦默念几遍，加深了记忆，然后就继续看书复习了。下午六点钟，悠扬的铃声响起，然而密集的机械键盘声啊，却仍旧没有任何要停止的迹象。很多作者仍旧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，双手疯狂敲击键盘。朱新安站起身来，拍了拍手：好了好了，下班了，大家抓紧时间收尾，十分钟之后就自动关机断电了，明天请大家安排好时间，最好是六点钟一到就全部停手。坐在最里面的崔耿啊，长出一口气，整个人靠在人体工学椅上，伸了个懒腰，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的字数，8177字。崔耿默默感慨：没想到我作为一个鸽子精，有生之年还能达成日更8000的成就啊。虽说可以实时查询自己已经写的字数，崔耿对这个字数啊，也早就有了心理预期，但此时仍旧感觉有些不可思议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今天的效率挺低的，不能开网页，不能看视频，不能玩游戏，让他有一种浑身不舒服的感觉。而且虽说桌椅很舒服，显示屏很大，键盘也很好用，但毕竟啊，不是自己熟悉的环境，状态自然而然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中途啊，还卡玩了一段时间。如果在家里是这种状态的话，崔耿觉得自己顶多也就写个4000字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结果在这里啊，竟然码出了8000字，崔耿感到很骄傲，很想大喊一声：还有谁？就在此时啊，坐在他对面的两个作者站起身来：感觉在这个地方一起码字，效率确实明显提高了呀。哎，你码了多少？刚到10000而已，你呢？第507集，一个都不许走，我请客。13000，牛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还能再提高。只能默默地把想要炫耀的话语埋在了心底，接受了自己码了8000字也并不算多的事实之后啊，崔耿把修改好的8439字整整齐齐地分成4张，打开作者后台并上传。别问为什么多了200多字，问就是随便加了几句话，增加文章流畅度。传到最后一张的时候啊，崔耿有一点点感慨，以前都是随写随发，两张之间呢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，但现在4张连更，四倍快乐，有一种水坝泄洪的快感。崔耿觉得自己的兴奋之情啊难以抑制，但是又很难表达，所以想了半天呢，只在章节的最后加了一个语气词：妈耶。看到发布完毕这4个字之后啊，崔耿感到一身轻松，惬意，满足，轻松。虽说平时他总是割得理直气壮，割得随心所欲，但每到傍晚的这个时候啊，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失落，就是那种哎，我明明什么都没来得及做，一天时间就过去了的感觉，多少都有一点空虚和惆怅。但是今天呢，却没有这种感觉，他不会再觉得什么都没来得及做，因为今天码了8000字呢。
开饭了，开饭了啊！晚上大家自由活动，想回宾馆就回宾馆，想出去玩就出去玩。周兴安呢，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招呼着众人把墨鱼外卖的餐品在会议桌上摆好，一个个白瓷碗打开，冒着热气的饭菜飘出香气，作者们纷纷在会议桌旁坐下，开始边吃边聊。中午吃的就是墨鱼外卖，所以崔耿啊，对于这些精致而健康外卖的感慨已经在中午的时候抒发过了。长会议桌上，朱兴安把大家点的饭菜分别送到各自手上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幕啊，让崔耿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最后的晚餐那幅油画。作者们开始边吃边聊，无非是啊，今天码了多少，这里码字好像效率很高，椅子不错，今天颈椎竟然没有疼之类的话题。崔耿没什么共同话题，他最想吹牛逼说今天自己码了8000字，但是在这个场合呀，好像这并不是什么很值得炫耀的事情，反而有点丢人。百无聊赖之中啊，崔耿掏出手机想看看新章节的评论，这里是不会屏蔽手机信号的，只是没有 WiFi， 作者们还是可以花流量上网，当然即便如此，也不会有人在这里玩手机玩一天，大家都在码字，而你一直在玩手机的话会有一种罪恶感。而且这个学习班呢，又不是强制性的，如果针对码字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强行留下来也没什么意义，还不如早点离开，回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就像一个不爱学习的人去了自习室，就他再怎么不想学习，在这种氛围下多少也能看进去一点书，总比在宿舍更容易沉浸到学习中。不得不说呀，崔耿虽然割得厉害，但书写的还是很好的，有不少人追读，新章节才刚发出了几分钟就已经有读者评论了。我看到了什么？我4连更啊，今天一定是吃撑了，出现了幻觉。鸽子精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不仅更了4章，而且没有球票，这绝对是找代笔了。看到这里啊，崔耿心里咯噔一下，坏流，上传的时候太着急了，忘了球票了，爆更了却忘了球票，简直感觉像是亏了1亿啊。继续往下看。妈耶是什么？以前好像没见过章节末尾有这种语气词啊。我猜啊，这个鸽子精一定是被绑架了，绑匪大哥拿枪指着他，让他码出来了8000字，然后在章节末尾留下了一个暗号。绑匪大哥，这2张票是给你的，如果你看到了就多绑几天，谢谢了。我也加一张，再多绑2天。臭手娘，你要是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就说一声，我们才好提前想办法，不然等你问题解决了我们怎么办啊？真的吗？鸽子精，你被绑架了就赶紧眨眨眼睛，我好感谢绑匪大哥。崔耿看得很无语啊。什么叫感谢绑匪大哥？我在你们心中就是这种形象吗？只有被绑匪绑了才能努力更新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好像还真是。那没事了。崔耿仔细想了想，要不是这个学习班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专心码字，自己还真的不可能码出8000字来。你算了，不纠结这些了，反正老子今天码了8000字，哟，晚上要好好 happy 一下。崔耿恶狠狠地吞下去一块红烧肉，低声啊问旁边的室友，哎，哥们儿，晚上咱们一起出去玩，听说荆州有一个叫做墨鱼网咖的连锁网咖，配置又高，环境又好，玩起来相当过瘾。室友摇了摇头，不了崔哥，我晚上准备回宾馆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再码一张，然后捋一捋大纲，为明天做好准备。崔耿莫名回忆起了上大学时啊，和好学生住一个寝室的感觉。1月17号周一，睡到自然醒的裴谦从床上翻身坐起，揉了揉眼睛，哎呀，好烦呐，又到周一了，要去上班了，总是感觉周一好像有什么事情来着，哎，想不起来了，算了，先点外卖，边吃边想吧。
裴谦掏出手机点了个摸鱼外卖，然后看了一下未读信息。马阳，谦哥，这 IOI 已经在欧美地区正式开始测试了，据说数据非常不错，你快看看。啊！裴谦立刻精神了，他赶忙打开浏览器，搜索指头公司和 IOI 测试相关的信息。指头公司的官网上啊，详细介绍了 IOI 这款游戏的优点，例如拥有自动匹配的专业战网，根据玩家隐藏的实力值 ELO 积分，确认玩家水平并开始快速战斗，开黑自动匹配开黑玩家，且以后啊将会开放天梯系统等等。在论坛上，裴谦也搜到了一些玩家的反馈，虽然有一些人在抱怨游戏中啊存在着一些 bug， 但整体而言还是以夸为主。裴谦也没看太多，以他的四级英语水平啊，不能说完全看不懂，但看得相当吃力。他更关心国内的论坛上的相关讨论。第508集，电影档期。 IOI 在国外测试后啊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内，有不少国内玩家也非常重视这款游戏，希望能够早点开启国服测试，出中文客户端，甚至有些玩家已经等不及的去米服体验了。看完了这些消息，裴谦的心情稍有些复杂，他现在也不太清楚到底是该盼着 IOI 火还是黄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剧本终究啊还是像自己预想中的那样发展了。之前裴谦发现IOI 在米国也一直没有开启测试，反响平平，还有点担心这游戏是不是要黄了。虽说 IOI 黄了会导致那笔2000万的投资打水漂，但再看看自家的机油计立刻就不乐观了。现在剧本还是跟想象中的发展一致， IOI 在米国爆火，那么按照这样的剧本发展下去，火遍全球肯定是早晚的事情，也就是说呀，暂时可以对机油计放心了。赔钱现在的系统资金不多，否则的话肯定要立刻再给机油计砸一笔。赔钱把外卖吃完了，准备到公司去随便转一转，看一看机油计的研发情况。就在这时，他又收到一条信息，是黄思博发来的。裴总，我们的电影杀青了。裴谦愣了一下，这么快？也不算快了。其实仔细一想，比预期中的还要稍慢一些，算算时间也确实差不多了。杀青意味着电影的拍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虽然接下来还要进行剪辑和后期等工作，但一般而言呢，杀青后剧组就会解散，江湖再见，所以大多数电影都是在杀青之后庆祝，因为这个时候啊，剧组人员齐全。一听这个，裴谦当时就不困了。哎，这杀青之后的庆祝，是不是得吃个饭？是不是得好好的在京城玩上几天？人家辛辛苦苦大老远的来一趟，尽心尽力的都拍电影，作为地主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款待呢？裴谦立刻打字回复，剧组的人一个都不许走啊，我请客。下午裴谦先去了一趟公司，看了看机油计的研发情况，马阳那边呢已经把 IOI 的测试版客户端给发过来了。圆梦创投毕竟有指头公司的股份，还是国内的游戏代理商，要一份客户端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虽然是英文版的，但裴谦靠着自己的四级英语水平，借助千度翻译还是能够看懂个大概。把 IOI 的版本和 GOG 目前的版本两相对比，裴总踏实多了，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嘛。之前 IOI 一直没有公开测试，只是偶尔发来几个当前正在改进的版本。裴谦虽然也见过，但对于这游戏到底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没有很明确的概念，因为裴谦记忆中的撸啊撸啊已经是非常成熟非常完善的形态了。再看雏形期的 IOI 自然是怎么看怎么别扭，无法很客观地进行评价。但是啊，
在知道了测试期间玩家们的反应之后，裴谦就大致能确定了，这游戏本身的品质啊是毫无问题的，至少在目前，他在当前领域的竞争力是不言而喻的。反观机游记，在完成度上就差了一大截。裴谦也不知道这是因为 IOI 立项更早，研发进度更快，还是因为李亚达他们整个项目组的人都在偷懒呢、也裴谦更希望是后者。不得不说呀，腾达精神契合度测试一出啊，不只是新员工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就连老员工的工作态度也都有了极大的改善。比如腾达游戏部门设计组作为时常加班的顽固派，最近的加班频次也明显降低，看起来李亚达他们是准备战略性放弃这一次的零加班大赛评选了。在完成工作任务和拿奖金之间呢，他们选择了前者，这让裴谦感到有点遗憾。不过李亚达他们呢，似乎并没有破罐子破摔，觉得反正零加班大赛也没戏了，就变本加厉的加班，而是在努力的每周减少加班时长的和加班份额，这让裴总呢感到很满意，有一种顽固派终于开窍了的喜悦。总之啊，目前来看机游记的状况良好，如果之后再有多余的钱，不知道该往哪边花，往机游记这里砸个几百万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毕竟啊 ,IOI 和机游记之间的差距目前看起来应该不是几百万能够弥补的。想到这里啊，裴谦稍稍安心了一些，一边复习一边期待着晚上的饭局。晚上名府家宴。裴总，别来无恙啊。张祖廷和陆之遥等几个剧组的重要演员在饭店门口接到了裴谦。哟，这是做什么？大冷天的，哎，进去说，进去说啊。裴谦赶忙把众人呢往里面领。进入餐厅之前呢，裴谦对众人低声地说道。之前呢跟大家说过了，大家千里迢迢地过来帮我拍电影，我怎么也得尽到地主之谊。无名餐厅那边预约的是20号，也就是三天之后。所以三天后的晚上咱们去大吃一顿，这三天时间大家在荆州随便的玩一玩，好好的休息休息。今天的这一顿呢算是庆祝杀青了，三天后的那一顿算是为大家践行，顺便预祝电影票房大爆。所以今天这顿可能档次上稍微差那么一点，大家也别介意啊，凑合的吃一吃就可以了。裴谦这一番话一方面呢是提前给大家打好预防针，让他们对今天的饭有点心理准备，另一方面也是为连吃两顿找个正当理由。第509集，裴总被威胁了。两个理由都非常正当，无懈可击，想来系统也没理由不同意。张祖廷笑了笑，裴总，你这话就太见外了，我们来捧场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是看在裴总磊的面子，但这电影的剧本好，团队好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裴总的剧本好，电影拍出来的票房如果能大爆，那我们这些人也能跟着沾光，感谢裴总还来不及呢。众人寒暄着来到名府家宴里面各自坐好。李石今天没在，似乎是公司那边有事情要处理，不过他已经提前打过招呼，这边的店长又认识裴谦，这次又是包场，自然要殷切招待。很快一道道好菜端了上来，大概是因为今天呢没有带小唐的缘故，菜上的很快，中途也没有出什么幺蛾子，一切正常。剧组的众人呢品尝着一道道精美的菜品，吃得心满意足，就是稍微有点疑惑，裴总之前说的大家凑合吃一吃是谦虚啊，还是真这么想？这地方的档次要是还算低，那无名餐厅到底得是什么档次？女主角林如一样忍不住地对旁边的陆之遥提出了这个疑问，因为陆之遥去无名餐厅吃过。陆之遥想了想，不太好描述，但无名餐厅确实比这里更好，而且好得多，
另一桌，裴谦在和朱小策、黄思博讨论电影杀青之后的安排。电影已经开始剪辑了，过几天可以先出一个粗剪版出来，稍微看看。之后除了剪辑之外，还有后期特效等等一系列杂七杂八的事情，总之争取一个月搞定吧。但是裴总，这个时间我也不敢保证啊，只能说尽快。裴谦稍微有点失望。一个月呀，那肯定是赶不上春节上映了。情人节的话 也够呛。嗯，有点可惜了。2011年的春节是2月3号，就还剩不到半个月了，就算把后期累死也不可能在春节档上映了。当然裴谦本来也没打算赶进度，更没打算让大家加班。之所以说有些可惜，主要是裴谦觉得这两个档期啊，很适合《美好明天》这部电影上映。春节档《合家团圆》是喜剧片的天下，情人节是爱情片的天下，《美好明天》这种又毒又虐的片子，蒙上科幻爱情这张皮，再顶着这个迷惑性十足的名字，在这两个档期上映啊，肯定能被骂得狗血淋头，被那些喜剧片爱情片挤压的渣都不剩。电影上映档期还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同期上映的电影互相之间竞争激烈，好电影的上座率高，排片率上升，自然而然的就会挤压其他电影的生存空间。裴谦就盼着能出个大爆款，把自家电影排片啊给挤没了才好。朱小策说道，春节和情人节期间流量比较大，确实是不错的档期，不过咱们这个片子内涵有点深刻，不一定适合在这两个档期上啊。依我看，这电影不妨定档到5一，好饭不怕晚。什么5一？可别闹了你，3月31号就结算了，你给我定档到5一，那不是黄花菜都凉了吗？我虽说这个周期啊有一个项目可以延迟结算，但延期结算这么关键的机制，裴谦还想着留给经济旅社呢，哪能留给一个注定要赔的破电影啊。在裴谦看来，这电影上映啊越早越好，反正注定要血本无归，多拖一天呢、啊、就多一点风险。裴谦说道，这五一的话太晚了，完全没有必要，依我看的话就一个月后吧，2月22就是一个好日子。朱小策掏出手机来看了一眼日历，发现2月22号是个周二，什么节日都不是，甚至不是周末。朱小策困惑的表情啊持续了2秒钟，然后眉头舒展开了。裴总另有安排，还是说这是某个黄道吉日？看裴总认真的样子啊，不像是在开玩笑啊。朱小策点点头，好的裴总，那就定2月22，不过定在这种日子，咱们的电影的宣传压力就很大了。那随便了，裴谦心中非常无所谓，铺盖电影有啥好宣传的，最好是上映之后一点拍片都没有，大家也都不知道这个电影，那才好呢。总之就这么办了啊，吃菜吃菜。酒足饭饱，裴谦将剧组的众人呢一一送走。接下来3天，剧组众人的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有专人带他们在荆州当地游玩，不用裴谦操心。这次的游玩呢，当然不是过山车、蹦极、鬼屋一条龙，就只是正常的游玩。毕竟啊，裴谦心里很清楚，对朋友、对敌人，那得区别对待。人家辛辛苦苦出力，帮自己拍破盖电影烧钱，说不定还要因为电影太烂，承担一些骂名。裴谦要是再给人家整上夺命一条龙，那还是人吗？裴总，再稍微坐坐。李石来到门口说道。裴谦看他似乎啊有话要说，点点头。嗯，行啊。俩人回到餐厅，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，服务生端上了一壶茶水。啊，李总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裴谦想要绕过那些客套，他还想着早点回去睡觉，明天早起复习呢。李石有些感慨，裴总之前说会多多关照这边的生意，我还以为只是一句客套话，没想到裴总还真的是很够意思，
我这开业才刚一周多，裴总已经包了两次场了。裴谦喝了口茶水，发现这茶呀确实还不错。嗯，哎，对了，李总，我早都说了，你千万别多想，我就是正常的聚餐而已。李总，你不会就只是想说这个吧？李石笑了笑，似乎是下定了决心。裴总，我想好了，你的鬼屋项目我准备投一笔钱，哪怕这钱打水漂了也没关系，全当是对裴总你的一种感谢了。裴谦喝着茶，头上缓缓飘出一个问号。李石说的话呀，裴谦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。再商言商，李总是个资深的投资人，怎么可能会真的拿钱去投资那些一看就收不回成本的项目？很早之前呢，裴谦就已经把鬼屋的事情透露给李总，还假惺惺的邀请他一起。那时候啊，李总只是打了个哈哈，完全没有接话。很显然，李石觉得这鬼屋啊压根搞不起来，所以不想掺和。那么现在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？显然呢，感谢裴总的捧场，这只是一句借口，一句场面话而已。第510集，投资鬼屋。难不成因为李石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和调查，看到了某些鬼屋盈利的可能性？裴谦仔细想了想，最近呢，经济旅社那边呢已经开工近一个月了，因为目前只是搞那些小项目，所以进度很快，说不定再有几天呢，其中的一两个小项目就可以稍微体验一下了。那么李总派人查探一番，自然会发现裴总搞这个鬼屋啊是非常认真的，而且进展很快。总之啊，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裴谦轻轻叹了口气。哎，李总，我记得你之前很不看好鬼屋这个项目，能说一下为什么改主意了吗？言下之意是，李总，你觉得鬼屋项目到底哪儿靠谱了？我改还不行吗？李石笑了笑。这个嘛，说起来可能稍显荒诞。裴谦面带微笑，心里想着，没关系，再荒诞的理由也没关系，我一定让陈康拓他们改掉。李石继续说道，其实我重新看好鬼屋项目并不是因为鬼屋项目本身，而是因为我最近在开这家餐馆时的一些感触。啊，开餐馆的感触跟鬼屋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李石说道，名府家宴开局不利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，为什么？仔细想想，关键是在于一些细节，这些细节直接影响顾客的消费体验，决定着高端餐馆的口碑。李石认真地分析起来，裴谦喝着茶水，努力维持着自己的表情。我说李总，你真是多想。名府家宴开局不利，完全是因为我那天不小心带来了小唐，哎，误伤了友军呢。但是这种事情啊，又不能明说，只好默默喝茶，憋在心里。李石疯狂分析了一波，这才感慨道：所以我越发觉得，裴总你当初做无名餐厅，难度多大。无名餐厅初期的情况和这个鬼屋的处境何其相似。可即便如此，无名餐厅还是大火了。我发现不管是多么离谱的项目，只要经手裴总，都仿佛被注入了灵魂。裴总你既然决定了要做鬼屋，肯定是有了万全的把握，所以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想到裴总你到底打算如何宣传这个鬼屋，但是我相信你。李总的态度非常诚恳，裴谦一阵无语。就因为这？裴谦本来还在想，我说李总看好鬼屋什么地方我就改什么地方，结果竟然是因为这种离谱的理由，裴谦很无语啊。李总啊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鬼屋项目的风险真的很大，
我这次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。裴谦说得很诚恳，他也完全不打算让李总来瞎掺和。虽说经济旅社的成功率极低，但也不能忘了明云私厨的前车之鉴。这万一李总跑到经济旅社旁边搞点什么配套设施之类的，吸引了其他的投资者跟风，再把这附近也搞成一个热度很高的新商圈，那不是完蛋了吗？然而李石笑了笑，显然是完全不信。裴总，既然你也觉得这是好意，那就不要心凉，咱们之间不用那么多客套的，收下就好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瞎掺和经营的事儿，就是想稍微挣点分红，有钱一起赚不好吗？或者裴总如果觉得投鬼屋不妥，给我推荐个别的投资项目，让我投一下摸鱼网咖，咱们再开几家分店，或者我再去临城那边随便投点钱。李总的表情啊，非常真诚。危险，这是非常明显的危险。一听到临城两个字，裴谦就明白了。虽然他已经叮嘱张元要低调，但临城那边的动静啊，显然也瞒不过李总的眼睛。之前 ROF 因为内存涨价而大赚一笔，裴谦无奈之下决定让张元进军临城，指望着把摸鱼商业综合体给开到临城这个穷乡僻壤，把这笔多余的资金呢、给消耗掉。但是李石一直在盯着裴谦，消息又如此灵通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裴谦陷入了两难，他确实完全可以不搭理李石，但是李石啊，就可以把这笔钱投到临城去，再在摸鱼综合体这个商业圈内投几家酒吧、几个咖啡馆、几家门店之类的。摸鱼网咖的品牌效应啊，加上李总和汉东省各种投资机构的资金热炒之下，临城的摸鱼商业综合体啊，恐怕是前途未卜。裴谦感觉自己现在的处境啊，非常艰难。李石说的这番话，在他听来，基本上就是你是想自己体面，还是我帮你体面？不同意李总投鬼屋的话，李总这笔钱呢，多半就要投到临城去，这可拦不住啊。二选一，裴谦感到很惆怅。权衡利弊之后啊，裴谦觉得还是临城更危险一些。毕竟摸鱼网咖是一个已经成功了的项目，即便临城是一片全新的市场，但李总这一插手估计是凶多吉少。裴谦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这种事情威胁，而李石看着裴总的反应啊，也是在暗自纳闷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给裴总送钱，裴总还能这么不情愿吗？看这表情怎么好像要让他割肉一样。两个人一时之间呢，陷入沉默，相顾无言。裴谦想了想，问道：李总，你真不怕赔？李石点点头：不怕。裴谦轻轻叹了口气：行啊，那我手头上有两个项目，李总你要是真的想感谢我，那就随便挑一个投吧。第一个就是鬼屋项目，也就是经济旅社，第二个是学霸快来，这是我最近正在筹备的一个教育类 APP。 裴谦一边说呀，一边观察李总的表情。李总显然并未掌握关于学霸快来这个项目的信息，听得很认真。裴谦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具体细节也不了解，方案是贺德胜来做的，裴谦并没有过问，所以只是简单说了一下大方向。在裴谦看来，这两个项目都是必然会赔的，李总既然不怕赔，那就爱投哪个投哪个吧。李石稍作考虑：好，那我投学霸快来。显然呢，对于李石而言，这两个项目相比，还是学霸快来这个项目更加靠谱一些。裴谦点点头，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李总不去往临城投钱，那就一切好说。